刘家峡水库位于甘肃临夏永定县城西南1公里处，黄河上游，距离兰州市75公里，是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自己设计施工改造的大型水电工程。我没有去水库大坝，只在水库区域的其中一段，像鸟儿一样短暂的在这风光旖旎、静谧而纯净的地方栖息了几天。在这里，我可以躺在自己的车里看日出，凭窗而望，在清晨阳光的沐浴下，踱步在湖边青青的草地上。痴心作笔，素笺生情话。午后捧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一边阅读一边品茶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就这样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在刘家峡水库待了5天了。今天该走了，天空下起了雨，看来是彼此不舍。好，再最后看看这美丽的地方，虽然我不会再来，但这里的美好我会深深地印刻在心里。刘家峡，再见了。眼中心上依然是雪月风花，眼中心上依然是雪月。